好重嘅案件嚟噶。而且法庭咧系下令将所有人即系嘅名系保密嘅，只系用英文字母去代替。嗰啲被告嘅名字全部都保密，因为话明换妻俾人告，你讲个老公嘅名字出嚟，人哋咪知道你老婆系边个啦，系咪先？即系讲个名字就知道你老婆系边个。咁然后咧，呢个世界你都知道，舆论嘅压力咧就如猛虎咁样啦。嗱，你衰呢啲咧，真系大镬过，即系大镬过陈冠希啊！就老实讲，陈冠希嗰啲都系叫做即系失窃个电脑俾人拎出去啫。哇！你成班换妻。被人告你个仲喺个社会度点行出行入啊？即系个个对你平头品足啊，咁样啦。所以法庭咧就保护晒所有人，包括被告人。点解保护啲被告人呢？啲男人呢，因为知个男人边个就知佢老婆系边个啦，全部保护晒嘅。嗱，所以呢件案咧只能用英文字母去代替，亦都冇图片嘅。嗱，咁呢件案关于咩事呢？又开始讲起先啦，吓。咁呢件案咧要讲有七个。